我等等，我看看，等等，我看看我孙子。哎，孙子，你一定要记住爷爷，记住爷爷长什么样，这辈子别忘了。你姓陈，大孙子，走吧，快走吧，来不及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走吧，注意安全，快走。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，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人在忙，我的伙计都打听清楚了，在这个集子上，你不算富裕，可你开的是油房，瘦子的骆驼比马大，多少得有几个子儿，赶快说出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几位爷，我们家除了这房子还值点钱以外，啥都没了，不信您搜啊。你是不肯开口，奶奶的，留着大洋到阎王爷那儿去使吧。来，咱们走，把房子给我烧了。是，留两个面生的伙计四处打探打探，绝不能留后患。是。是的啊，不太子呢？不对呀，不太子明明在身上呢，你放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你别摇头啊，不太子呢？风尘仆仆，满脸惊慌，莫非遇到了什么困难？大嫂不要害怕，我是这个镇上教书的，我叫郑炳杰，堂堂正正的读书人。今儿个我从这儿过，看到你们娘俩一直在这蹲着，想必是从外地落难至此。有什么困难，你尽管跟我说，
我尽量帮助你。这钱您拿着，给孩子买两个包子吃。我就住在镇上，你跟人打听，教书的郑先生需要我帮助的，尽管去找我。先生，啊，别，快请，快请起。难得碰到您这样的好人，您就好人做到底，给我们娘俩口饭吃。我来是做牛做马，也会报答您的恩情。啊，严重了，快请起，请起。先生，我们娘俩的活路就靠您了。好，跟我走，来，请起。来，大嫂，来，叔叔抱。啊，大嫂，您跟我走。三哥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到了，就是前面吗？对，这山米行吗？这行。哎，买豆腐了啊，新鲜的豆腐。桂老板，啊，桂老板，郑大先生来了。桂老板，买卖不错吧？买豆腐。来，给你来一块。给你带来一个帮工，啊！前些日你不是说缺少一个摇浆的吗？今天正好碰着一个合适的，我就给你带过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摇浆吧，它虽然不是累活，但这一天下来也不轻省。这女的，恐怕不行吧？老板，我从小是干粗活长大的，可有把子力气了。您用我两天就知道了。不行，你要是用我两天觉得不合适，不用您说。我自己走也行。桂老板，这位大嫂流落至此，我看他们母子俩怪可怜的，你就发个善心。再说你这正好缺个帮手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？流浪至此？哎呀，这你这一说我还真不敢留了，这来历不明，谁敢收留啊？这位大嫂，您姓氏名谁，来历如何，跟他说一下，这样呢有人来寻，他也是个线索。啊，我叫黄寒梅，之前跟男人在胭脂河打短工，后来男人病死了，主人家不肯收留，就流落到这里。那孩子呢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叫陈三川。几岁了？5岁。桂老板，你看，啊，5岁的孩子如此瘦弱，是缺少营养。哎，你就发个善心，把他们收留下来吧。要不，我做个保人，你看怎么样？那行吧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我就留2天。哎，不过丑话我可说头里啊，我这个豆腐啊，它小买卖，这可不养闲人。我明白，我懂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桂老板啊，那就拜托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走了啊。好，谢谢，慢走啊。谢谢。哎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哎，哎呀，在我这儿干活啊，关键的是手得干净。我懂。你们娘俩啊，谁都不能偷吃我的豆腐啊。明白。尤其这小孩，待会儿呢你到西南角那个小房子收拾收拾，晚上就在那儿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咱可丑话说在头里啊，你啊不光摇浆，摇完浆之后呢还要推磨。哎，我这就去。娘，我饿。老板，您看能不能给口吃的，孩子都3天没吃过东西了。哎，真麻烦，在这等着。好，谢谢。三川，你以后就不叫陈继业了，叫陈三川，1、2、3的3，山川的川，记住没？娘，我为啥不叫陈继业了？哎呀，你问那么多干啥？能说啥就是啥，再说一遍。陈三川，三川，好孩子，老
天爷保佑，过几个月说不定就能见到爷爷奶奶了。我想爷爷了。啊，吃吧吃吧。谢谢。别逮着不花钱的就使劲吃啊，我还养着好几个人呢。谢谢老板，快谢谢。谢谢老板。啊，行了行了。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孩子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！哎呀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！别哭了！惨呐！十几条人命，就这么活生生的让土匪给祸害，他们政府人呢？上哪儿去了？土匪在镇上杀人放火，方圆几十里都看得见，怎么就没人来管管呢？你说，城里的县长就知道收税，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不管。哎，身逢乱世，咱们各自求福吧。啊，是啊。哎呦，太惨了，惨呐！哎呀，惨呐！哎呀。老太惨呐，人烧得跟焦炭似的，老天爷不睁眼呐，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两口子怎么就这么着就没了呀？啊，把本毛夫妻的尸骨收好了，葬在后山啊。哎，本毛的儿媳妇和孙子逃出去没有啊？我们翻过了，院子里只有本茂叔和他老伴的尸体，他家蔡菊花和陈继业估计是应该跑了，不过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，怕是也跑不远呢。那你们到四里八乡找一找啊，本茂就这么一根独苗啊，咱可不能让他断了后啊。是，就怕道上让土匪给追上了，那可就……哎呀，那大伙儿再仔细找找吧。啊，对。这个挺好的。马大嫂。哎，郑大先生，这段时间你一直干这个？这就是我的活儿，有啥不对吗？桂老板，哎，桂老板你出来。哎哎，哟，郑大先生，买豆腐我给你切切啊。买什么豆腐啊？我问你啊，黄大嫂是我挽留下来的，不是说好了叫他摇浆，怎么让他推磨？这是辅导人家干的活吗？这是驴干的活。哎，不，这郑大先生，您这话怎么说的呀？这人干驴干他都得干的。可关键是黄大嫂她愿意推磨，我才让她推的。他寄人篱下，他敢说不行吗？哎，不是，黄大嫂，黄大嫂啊，黄大嫂，你告诉郑大先生，我强迫你推磨了吗？没有没有，郑大先生。桂老板敢收我们母子，我心里已经很感激了，这点力气活不算啥。桂老板，你这是明明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无家可归，真是为富不仁。我够人了我。黄大嫂，你别在这当牛做马了，跟我去学堂，另给你安排个差事。哎，不用郑大先生，我在这儿桂老板待我挺好的，管吃管住，我真的挺好的。挺好挺好，你不懂，他在剥削你。黄大嫂，就凭你自己身体的力气，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。你这样吧，你跟我去学堂。不用。你既然不愿意，我也就不勉强你。黄大嫂，如果你真的干不下去的话，你随时到学堂来找我，啊。桂老板啊，你真行。哎，你这，嗨。
老板，啊，我想跟您告个假。告假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几天啊？三天。我想起在胭脂河有些东西，我放在一个老乡家里，我想去取回来。我自己一个人去，不带孩子。哎呀，好吧，好吧。看在你刚才给我挣面子的份上，不过早去早回啊。谢谢老板。我可不白养你的孩子，太能吃了，他净偷吃我豆腐渣。陈书记员，嗯，研究啥呢？没研究啥，瞎看看。没研究啥，你研究啥？这作战地图有花啊？花倒是没有，但是我觉得咱们这块地形适合打伏击战。哎，啊，这个就是咱们地图上的内里，看到了吗？哦，这条路是一条断头路，如果我们有办法把敌人吸引到这条路上，然后我们从后边一抛，那就是瓮中捉鳖啊。如果我们再有办法让敌人打开一个口，把他们吸引到这条路上来，然后再把另一波敌人吸引到这个地方来，隔着这道山梁，有可能他们自己两边就会打起来。你就瞎操心，这是师长和团长的事，你操什么心呀？哼，现在不操心，打起仗来就乱了。战场瞬息万变，多准备几套方案。通知各营营长到团部开会。是。同志们，接师部通报，敌人正从四个方向向我红二师包围过来。师部决定立即进行战略转移，由现驻地向西进入孔雀岭四道沟，穿过姑娘山，进入秦岭山脉中部，那里靠近三水，农运基础好，便于部队休整补充。团长，这路可不短啊。是啊，这是一次艰巨的战略转移，直线距离就有300里，中间还要翻山越岭，所以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能把师部安全地撤出敌人的包围圈。我们263团的任务就是在孔雀岭打阻击，为师部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。哎呀，团长，您就下命令吧，您说咋打咱就咋打。这好久没跟白匪干一仗了，我这手都痒了。别笑，这次咱们碰到的可不是一般的民团，是国民党的四路正规军，其中还有老蒋的嫡系部队第37军第1师。据可靠情报，追咱们的就是这个第一师，那可是人员齐，火力足，敌强我弱。我们263团又是担负的最艰巨的断后任务。师长说了，让我们在孔雀岭至少阻击敌人3天。3天？老梁，到。你要是给我掉链子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啊，团长，你放心，有我老梁在，敌人越不过孔雀岭。嗯，好好。有这个革命意志啊，国民党反动派都是孬种，上阵两杆枪，步枪加烟枪，只要我们有坚定的革命意志，就一定能够打垮敌人的进攻，粉碎敌人的围剿。下面分配任务，
营长，到。你的一营埋伏在孔雀岭的左侧。是。老李，到。你的二营埋伏在右侧。是。这个第一师只要一冒头，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打。是。我带着警卫排在你们后方五里给你们当预备队，吃过午饭全团开拔。团长。嗯。那埋伏地点呢？这还让我教你啊？到了孔雀岭自己定，排枪打不着的地方总能找得着吧。啊，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有问题了。没问题，散会。来吧。这次打大胜仗啊，崩下去绝不能让白匪过了孔雀岭。OK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埋伏的地点特别的重要，放心吧，你一定要选好。我心里有数。你不许掉链子，我给你。好。这大战在即，快去准备啊。我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觉得这场仗不能这么打。不能这么打。哼，你倒教教我该怎么打。就像您刚才说的，这次我们的对手不是普通的民团，而是国民党的正规军。我比较了解他们，他们训练有素，而且装备精良，组织纪律性很强，很难把他们打散。反而是我们自己的士兵，平时除了训练之外还要忙着工作和生产，而且弹药又匮乏，如果按您说的那么办，不但任务完不成，还会有很多牺牲。所以我觉得不能跟他们硬碰硬。什么叫硬碰硬啊？照你这个说法，咱们干脆投降算了。你就这么贪生怕死啊？我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了。不是贪生怕死，你是什么？我老实告诉你，陈秋实，这要不是时间紧，我就召开一个全团大会批斗你。在战场上我就一枪崩了你，枪还没开你就给我动摇军心。出去。我还不滚出去啊。首先正面接敌，二营埋伏在侧面，国民党第一师的主力部队沿着山路进攻，第一营如果防守不住的话，第二营马上转到正面战场，第一师一定会拨出一个团的兵力进行牵制，如果这个时候第一营后撤，第二营又补不上。连长死了，二排长呢？二排长也死了。
人大敌人火力最猛，一连伤亡最大，连长、一排长、二排长都牺牲了。什么？二连也牺牲了六个，二营一连还没有接敌，二连刚刚跟敌人交上火。赵德斌，二营一连火速撤营一营一连阵地，通知赵德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阵地不能丢，人在阵地在。是。怎么办？该死的敌人，欺负老子人少枪少。警备派，到，出发。是。这就是赵子明，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居然敢在没有命令
的情况下擅自放弃阵地，跟二六三团脸上抹黑，我毙了你们两个。别着急，你先看看，看看再说。这个时候是哪个连队在跟敌人干呢？不是咱们自己的部队。不是咱们的部队啊，那是游击队。是敌人自个儿打自个儿啊，打了好半天全都乱套了。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不能再打了，再打下去天一黑咱们想撤都撤不了了，到时候被那人给包圆了。撤撤撤，快点，他撤抓住了啊，回去以后谁也不许说咱们自己人跟自己人交火的事。明白明白。所以根据当时战场上的情况，我只有这一个办法，把敌人搞混了，让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。孙团长，孙团长，孙团长，小张，情况怎么样？敌人已经撤到十里外了。退了？就这么退了？我看见他们撤到一连原先的位置，在咱们修的战壕里正歇着呢。那其他几个阵地情况怎么样？二营那边敌人火力特别猛，已经全面退到第二防线了。有一个排看住这条山口，解围排给我走。是。团长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把咱们补充到二营里面去不是一个好办法。半天的时间他们的工事才挖了100多米，咱几百号战士填进去根本都装不下咱们，而且很容易造成巨大伤亡。刚才把部队带到这条山道是你的主意？是，是我们俩一起想的，主要是我下的命令，要罚就罚我吧。你们俩的事儿回去再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听我说，我们现在在这儿，敌人他们主要战场在这儿，咱们想个办法绕点远，绕到他们当中去，找小道，然后把他们分成两截，这样的话变成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，让他们乱起来，重火力无法使用，这样的话咱们就跟他们拼刺刀。这个我喜欢，跟我来。请市长给我们讲话。好，好，好。老宋，打得好，枉我白白替你担心呐！居然以弱胜强，以少胜多，打得第一师是丢盔卸甲，仓皇逃窜呐！咱们本身呢还没有多大的伤亡，真是奇功一件呐！市长，啥奇功不奇功的？只要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，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，我们也要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要完成任务
更要保存实力。嗯，不然的话，打一仗我少一个团，再打一仗我又少一个团，打不了几回，我不就成光杆司令了吗？师长，这次战斗我们二六三团伤亡不大，可也有牺牲，上级是不是考虑给我们补充一些兵员？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鉴于这次孔雀岭阻击战，二六三团表现出色，圆满地完成了掩护师部撤退的任务，所以经过师党委研究决定，对二六三团给予表彰，记集体二等功一次。好，太好了，好，好。同时呢，这次到三水招兵，优先满足你们团。好，好，好。这仗打得真过瘾。我说老宋啊，是，这一仗啊，打得真漂亮啊。是，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的总结一下经验。师长，另外呢，我想跟您单独汇报一下孔雀岭这仗。主要是陈秋实和赵子明把敌人引进了盘山道，先让敌人自相残杀，最后呢又被迫撤退。之后陈秋实又给我出了个好主意，把战局搅成了一锅粥，我们才能乱中取胜。可是他们俩呢，是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撤出阵地，严重的违反了我军的军纪，我正头疼该怎样处分他俩呢。啥处分？嗯，他帮你打了胜仗，你还要处分他？可他们俩是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撤出阵地的。老宋啊，如果当时他们没有撤离阵地，死守下去，那后果会是怎么样？说不定不乐观吧。嗯，这说明啥呀？说明陈秋实随机决断做得对吗？古时候打仗还讲究个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这就是说打仗要能够随机应变。这个陈秋实啊，是南湖军校的学习尖子，搞战术的一把好手啊。师长，那您的意思不但不处分，还要奖励他们？违反部队纪律，奖励就免了吧，但是你还要用他，而且要重用他。用好了，他可是你老宋的诸葛亮啊。是，师长，我明白了。去吧。还不歇着？打了一天仗，累不累？啊！我跟你说话呢。这打了一天仗，累不累？干嘛？啥时候耍不行？我看，这第一师这一退，十天半个月也不敢再进犯了。咱们有的是休整时间。我受不了身上这种味道。什么味儿？血和脑浆子混在一块儿的味道。一派让当时牺牲的时候就倒在我身上，血直往我身上喷。你个陈秋实啊，那是你战友的鲜血，你竟然嫌弃战友的鲜血有味儿，你是不是人？我没嫌他有味儿，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死亡的味道，行吗？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革命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，残酷无比的。咱们共产党成立到现在，牺牲了多少先烈，就没见过他们皱眉头。如果真要死到临头，我陈秋实也不会皱一下眉头。我不是怕死。咱们打仗为什么呀？打仗为的就是夺取胜利，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，不是为了死，对吧，赵子明？你说的有道理。但是不牺牲就打不赢仗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当时能制定正确的战术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必要的牺牲。我们的连长、一排长、二排长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。你能感觉到我当时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感觉吗，赵子明？好歹咱们这个仗打胜了，总算能告慰他们在天之灵吧。他们永远都走了，就算他们平时嘲笑我，挤兑我，看不起我，但他们现在都走了，永远都回不来了。我没想到这儿，我心里就疼，就像让刀子剜了个口子似的，你知道吗，赵子明？我疼。
也许你看多了就习惯了。伤口只会越来越大。就是，谢谢。谢我什么？回首凝结照片中的笑，泪翻滚如潮，我不善言表，我们不曾拥抱，这些年忘却的歌，泛白的发，渐渐唤起最深处的心跳。和你手牵手一起走过，相依相伴一路风，多少岁月不寂寞，爱在心底温暖暮暮朝朝，和你手牵手一起走过，有你有我一生不忘承诺，就算有再多纷扰，爱的信仰为你而停靠。